凤凰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，咱即马倒转来了，继续要来甲啊，咱的这个上届敬爱吴老师吼，继续咱过来探讨这个二二八的这个问题吼，发生的迄落情啊、争端啦吼。啊，我拄则咧节目在煞时阵啊，我有讲一个迄落。代志哦，就是讲啊，最近因为咱台湾着放一寡这啰迄啰死啊六啊，这个中国个客吼过来吃嘛吼，啊四鬼伫迄啰黄金十年吼，四鬼伫遐咧骗得黄金安尼啦。啊，老师讲要甲他调整这個，因为你无讲着讲文化无共款，人会小住咱迄啰因咧以为较紧来来提钱哦，安尼吼来趁火打劫哦。啊，咱台湾的文化都袂安尼，确实有影这文化无共族群啊，真歹斗阵啦吼。啊，你讲安？你讲迄是正常诶，迄好诶，对啊。安怎讲？肥水无落别人田，放一不晒带你诶田，你著甲说多谢咧。哦，老母，啊，你即讲笑，就是讲，即马中国即二十年是发展起来，发展起来。啊，那差不多二十年前有去中国诶人，伊著发觉讲，包括上海。无变数啊，吼，啊，若有变数，变数也无问啊，啊，放一副西人有啥物代志？吼，咱即摆讲哦，即阵经过特别四进前迄年，我去上海，我去上海，我去日本去，啊，去上海，啊，去上海吼，迄个上海南京西路。上海上闹热的街啊，南京西路。因为精华地段，嘿。南京西路较早是四马路嘛，四马路。哎，迄个巷啊，讲巷啊，十六条。原来十六条，安尼入去哦，安尼暗蒙蒙。迄个路顶有啊，巷啊入去就暗蒙蒙。差不多巷啊入去行差不多30公尺、40公尺去啊。你若无扎手电筒哦。确实有影骗得黄金。啊，你一定会去中奖，一定会中奖。啊，是迄个情形啊，安尼的呢。啊，所以你要安怎讲？所以讲，引进过来嘛是安尼吼。你看风景地区，啊是有发展的，但是这个发展，这个发展的钱，常常甲文化啊对袂着啦。咱台湾啊，甲发展的时间吼，咱台湾的发展迄阵啊点吼，啊，咱台湾的钱甲咱台湾文化。人的素质吼，嘛无啥地条了，嘛一寡咱去国外佚佗嘛，变互人，互人讲吼。对啦，讲去迄落大餐厅，迄落饭前酒、红酒，迄是人是啉淡一点啊，开胃啊，你结果拢共安尼，伊搭沙壶的迄落安尼，敢若罐头糕安尼啦。啊，对啊，就讲日本导航迄阵啊吼。阮有一个后来做阮的老师啦。原来做阮的老师，后来做。云林县的教育科长，教育科长，迄个叫做桂炳宏老师，桂炳宏老师日本时代吼，伊是伫台北，即摆满洲啦吼，伫台北遐诶日本的虾米叫做大公司，诶虾米干部就对啦，啊，发者日本就倒啊吼，啊，日本人叫苏联厉害。日本人说了你啊，啊，中国共产党也入来，也要你啊，啊，这，伊是台湾人，但是伊当个是嘛是日本人啊，嘛是要甲你啊，啊，这因就走，啊，好，刚才两个阿公阿婆讲我无生囝，啊，两个阿公阿婆穿中国人的衫裤，啊，讲为即马迄阵啊，敢若哈尔滨哦，哈尔滨即马唔知长春哦，啊，一直走到个青岛咧，走到个青岛再坐船等于。日本才回台湾的啦。伊迄阵是算台裔日人呐，是毋是？啊，什么？台日人啊。啊，若叫掠着，掠去要落界啊，集中营啊，袂当当啊。啊，所以两个翁仔某讲，安尼走，啊，装做中国人，啊，伊也讲北京去。啊，你走啊，一路啊，你走讲，会使过关走，会当倒转来。我问讲，真幸运啊。啊，若无叫掠去吼，伊讲靠几个方法啦。讲那。到关卡吼，为了卫兵啊，要来顾啦，中国兵啊来顾，中国人来顾就对啦。啊，你就安尼行，啊，飞，啊，甲飞落吼，啊，中国人啊，点啊，过去。人就说，
随地配谈。哎，讲过去，安尼啦。嗯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来个，哎，唔是讲当了苏联兵啊。嗯嗯。这个方法是苏联兵啊在搞，才会通。嗯。哎，苏联兵，哎，中国人安尼。这个看到中国人随地配谈喏。啊，你放我一记。啊，讲若当了中国兵啊吼，你安配吼，有时啊会通过，有时啊佫袂通过。嗯。啊，你袂通过要安怎？讲靠阴谋。嗯。因某讲啊，我计啊，滚流落来，放尿，叫来放尿，在面头前就来放尿，哎，中国兵啊，好猥琐呢！啊，你讲靠这两个部署才等来，跟你讲啊，啊，阮那个校长，阮那校长是纪连东，哦，后来做嘉南水利会，唔知啥物，哦，纪连东。嗯，伊、啊、是日本时代吼、喔，北京大学诶体育系教授，哎、嗯，回来后来做阮校校长吼、喔，哎、嗯，阵啊咱台湾对无，咱台湾去换人诶时阵哦，查甫囡仔手诶擦落地啊，对，啊校就规定讲未使，未使擦落地啊，啊，阮拢唔敢擦落地啊，啊，只校长吼，阮拢看伊擦落地啊，就看伊擦落地啊，啊，校长。啊！你著讲袂使，你擦落地啊！你家己来擦。哎，手管伊又出来，讲啊！我擦袂起。伊讲哦，我惯死去啊。嗯。安怎惯死呢？我迄路到中国待真久啊，吼。嗯。啊！你中国吼。嗯。手若无擦落地啊，吼。嗯。袂使。嗯。我安怎袂使？讲，防公司啊。有安全问题。嗯，安全问题。哎。伊讲你若穿，伊若穿西装嘛，吼。哎。我穿西装。伊讲北京做什么事个？讲。中国人吼，比如讲你卖一包烟啦，咱比如讲一包烟标准是100块来讲啦吼，讲若穿迄落米油的，米油的艰苦人啊，穿米油的去甲卖吼，50块也卖你，50块也卖，60、70都袂晓叫人卖你，啊若穿阿苏妈，阿苏妈西装也是讲迄个链牌迄种，阿苏妈是长衫，风衣啦，敢若风衣安尼。长衫嘿，阿桑妈是长衫，长衫是阿桑妈。哦，敢若寿衣迄种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哦，来穿长衫。马褂啦，马褂啦。不是马褂。长袍马褂。不是，没有马褂，敢若长衫的啊。长衫。哦，阿桑妈穿阿桑妈的吼，就卖你100块。看穿衫在卖就对啦。啊，若穿迄落，搁头尾挂。嗯。啊，头尾挂，迄个穿裙头尾挂，迄是只裙头尾挂咧，吼，啊就。100块，啊！若穿西装去买，200。啊！若查某人若挂香蕉、破链、甲香蕉手指，才300。没，加啊顶悬无查某人，查某人绝对无出外口。嗯。查某人秘出来尔，无出外口。出外口危险。唔是。生做较水的叫人掠去俄罗斯，啊！若生做歹的叫人拍断啊。所以，迄社会就是人因为迄保守社会，咱嘛袂使讲安尼好啊，唔好对啦。是啊，是啊，迄就是因的文化就对啦，嘿。对啦。嘿。啊，所以吼，甲蒋介石战后第一年、第二年有两项大新闻。嗯。伫中国有两项大新闻。嗯。讲起来是三项啦。嗯。一个大新闻就是上海，有一个查某人骑自行车。嗯，后壁10000个人甲坐咧，迄不得了呢！迄阵啊，有自行车的都真少数啊，还佫查某人爬起去骑。不得了，查某人骑自行车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不可以？我那么难看的，怎么可以？哦，啊，讲几万个在佮发休，结果警察出来佮抓，警察出来佮抓，啊，变成新闻嘛。啊，警察佮抓，伊讲，我骑我自行车跟你们屁事。嗯，哦，我坐我的。自行车啊，跟你们屁事安尼？迄警察首先咧，甲裁定，最后甲裁定讲，毕竟有伤风化，还要罚钱，再放倒来，还变一个大新闻啦。哦，啊，佫一个新闻是重庆，重庆出一个杨九妹，重庆是杨九妹，不是杨八妹，不是是杨九妹。杨九妹讲从出世，今年16岁，从出世到这么16岁哦，无食了一滴水，无食了一滴五谷，而且长大。啊，讲啥？拢无，拢无食。嗯，无食。食风，吸空气。嘿，咱做树啊，安尼。
后来就长起来，到今年16岁。嗯。哦，引动国际的这个业界。嗯。哦，这个代志安尼，就派人来。嗯。派人来调查来，迄个结果咧，去予，敢若是美联社迄一间报纸的记者，嗯，偷翕到，讲暗时有人摕起来偷食。嗯，日时拢无食，啊，暗时拢专食暗时的。啊，20几年前我去成都，嗯，我去四川成都，嗯，成都有一个相机啊，讲伊学气功，学甲炉火纯青，嗯，讲伊要去动火车，嗯，讲伊要啊气功要去动火车，嗯，结果咧，朋友讲咧，开玩笑啦，在开玩笑，嗯，相信去动火车，去火车搞死。哎、啊，这是人，大家这认识这认知，咱袂使甲笑讲啊，你较安怎，我较安怎就对啦。对啦。啊，这个伊就是讲，伊都这个囡仔对无，都有本事好好，嗯、啊，伊又免去办，嗯、对无？伊想讲这个方便啦、啊，嗯，滴滴来过来扫啊，嗯，哦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啊。哦，肥肥就对啦，哈、哦。哎，讲袂了啦，这个。对啦，伊是讲咱啊，因为咱今仔日来讲到遮呢哦，讲二十八，讲就是讲无真，其实唔是啦，因为哦，这个咱台湾哦，即卖族群对立啦，哦，你讲经过60几年啊，啊，但是咱真也阁有这个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，甲因外省的。第二代了后，讲啊，有在通婚，有在安怎吼，有在谈恋爱，有自由恋爱，做伙读册，做伙迄落。但是嘛，还佫咱还佫是有迄个阶级吼，这个族群的阶级的界限鸿沟伫个遐啦。所以讲，这二二八节除了讲文化也好啦，侵略也好啦，这个迄落操弄也好啦吼，甚物款的拢综合在内啊，伊呾累积了后，呾。用这个林江麦女士这个麦粉的所在，安尼家己爆发起来。啊，无你讲麦粉林江麦卖一包粉的，啊，甲这个嘉义啦、高雄迄啥地带，迄阵啊也无电视讲随时会当报，啊，那遐嘛是同款发生遮个代志，迄就是蒋介石啊、白阿囝的伊的迄落计划在内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嗯。啊，都是安那想，那嘛是想讲，一定是安尼。啊，无你咱这个文化无同的，足济咧。对啊。阮迄阵是学校店吼。嗯。阮迄阵啊，学校内底教内底上重要的一科就是北京语啦。嗯。大家无人晓讲北京语啊吼。对。啊，北京语，啊，阮学校吼，嗯，都为北京请一个老师来。嗯。迄老师我来叫做吴学文，嗯，哦，于学文，嗯，哦，啊来要来教阮北京语，嗯，啊伊安尼来台湾了后点吼，嗯，好就配一间宿舍互伊住，嗯，啊伊住遐过冬日天光半晌咧要去校长因家食饭，嗯，校长讲，都你着爱家煮咧，你着，嗯，对啊。哎，阮请你来，阮有钱请你来，你来食家己，你走来走来校长兜食饭。伊讲，哪有这样？哎，啊，你请我来，食大都，你都爱我食我大啊。嗯嗯。就伊讲，阮中国就是安尼啊。嗯。哦，我们那边就这样了。嗯。伊讲，因遐学校是包工的。嗯。包的。嗯。哦，比如讲，一间中学，啊，你甲包一学期，比如讲包100万。好、哦嗯，啊！你甲包来，啊！你做校长，嗯、啊！你来请来，到创，啊！收，嗯、啊！若无够，你就爱了，啊！若有剩，你就你可以谈，嗯。所以老师生活啥物，都是你爱负责。吃喝拉撒睡，嘿，拢你爱迄落啊。啊，迄就是伊个风俗，啊！你摕台湾，哦，都袂通啊，嗯，哦，啊，佫，敢若有一个老师或者李文明啊，遐，嗯，啊，因某原来就做老师。找我老师，结果教找因阿班吼，找因阿班甲罢课，嗯，甲罢课，罢课要求爱甲这个老师踢掉，嗯，校长无法度，校长就甲踢掉啊，嗯，哦，啊踢掉，因翁啊，硬得生气嘞，嗯，硬得生气，校长因兜嘞，嗯，校长，
啊，即个走去味唔敢出来。对啊，你看这中国人诶，因的文化好啦吼，所以讲这个族群的这个摩擦，你讲生活无同，语言未通，啊，这语言会通啊，讲北京话啊，这会通啊，啊，就是讲伊的迄落行事作风，迄人的迄款的迄落心态啊。而且，像这个无同这个摩擦吼，台湾人是足有韧性，搁有吞忍，对，啊，搁足会紧适应，嘿，适应的民族，所以未发生代志。到后来校长创创咧，吼，啊，迄个李文明这個老师啊，就离开了，啊，离开人去别个嘛是做老师啊，吼，啊，无代志，啊，是讲连干嘛这件代志，演变到这二十八事件，大发大，演变到全国性诶，改变台湾诶历史，全国性咧，假使遐人牺牲，遐人死，台湾若得到。自由得就好，是哦，啊，无得甲咱创个啊，对啊。但是台湾是，结果是得着歹个啊。你把时间，互台湾这个命运吼，全甲你更偏啊。叫做应劫迄落应劫不复个，嗯，嘿，叫应劫不复啦。我讲咱台湾人甲中国人吼，中国人倒一个比台湾人较敖呢，就是讲因吼。因会晓将这个国民党怎甲爸仔囝即阵土匪啊吼，家己热闹，家己赶出伊个国家安尼。咱台湾人都无才调讲将这个怎甲爸仔囝，甲因即阵土匪啊帮家己热闹出去台湾安尼。啊，咱都无因中国人遐搞。这是伊嘛一个主题啦，这是伊嘛主题啦，这是台湾人吼。哎，伊嘛一个。咱输伊啦，咱这方面输伊啦。你台湾人无自我。嗯，无自我，无自信心的民族，都二二八，伊这个种族给你创造，这知识给创造了，全的长站于咱的社会，这个吼，这个可比讲律师啦、医生啦，啊，这个教师啦，吼，啊是许公务人员啦，啊是讲哦捌字的啦，啥拢总开了，啊，差不多迄落十户人。无嘛，几啊户人，因兜有死人。哎哎，啊，怎个说西啊尔啦？嗯，怎个说西啊尔？嗯，台湾的捌字的皇台哦，不是干那怎个说嘞？电信公就台啊，对啊。电信公来的时阵，嘛个屏幕都也按摩哩，就是讲也用迄个罗马字写的。对啦，所以讲台湾人只要讲迄落，所以讲台湾人对读册无讲介迄落吼啊。台湾人吼，健忘症，嗯，都袂起去啊。唔过人是安尼哦，你若足痛苦的迄落日子的时阵哦，伊拢选择互伊家放袂记的了。诶，可能这是民族性是安尼，安怎？我用足个案来讲啦吼，阮兄弟姊妹吼，阮拢。过家吼，歹命加迄落无遐歹命的迄落啊。但是阮阿姐吼，伊甲我讲呢，伊讲我拢选择个放互袂记的。我是时都拍拼做事，忝忝忝，暗时啊，凊彩白白的活嘞，倒落困去安尼，明仔载起来，搁做安尼。伊讲我拢个选择放袂记的。咱台湾人都是有即种的这个迄落因子啊，血液内底就是讲，将迄痛苦的代志，像讲离别。血海深仇，啊，就安尼，家选择个放袂记个。啊，即马活嘞吼，会当趁钱啊，较重要啦，有饭好食较重要安尼，煞变安尼嘞。无迄款个讲灵魂个思想啦，啊是讲要建立一个国家啦，是讲要从这个所在吼，家用回讲咱个子孙，咱遐艰苦，咱个子孙莫参像咱遐艰苦，啊，家用一个啊，啥物叫尊严，啥物叫这个另外一种个价值个，这拢无得想这個。你有感觉无？咁袂记啦，全袂记嘛好。啊，毋过偏偏着搁，啊，而且是，我还袂讲煞咧。遐是一个马，啊，你挂袂当。我还袂讲煞咧，阮阿姐讲马啊，食老了后，啊，孙囝拢大汉啊，有啊，伊煞有迄空窗期啊，煞着迄个忧郁症。啊，我讲你是安怎？伊讲，嘿，我看吼，讲要甲伊放袂记，敢若袂使呢？我即摆若闲落，拢想着遐个代志呢。啊！即摆咱台湾人就是讲回到头来，过去逐日想讲，咱哪会无国家？啊，过去拢安怎？啊，拢在
好汉专题当年勇，拢逐日讲过去安怎，过去安怎呢？拢无想讲咱后边要安怎，趁咱即马活咧吼，要安怎？啊，即马都无迄机会好做啊，机会拢失去，无好做啊咧。诶，归根结底，在台湾人个性质啦，台湾人有一个叫做，阮老爸常常讲台湾人土鳖卡。台湾人土鳖卡。啥物叫土鳖卡？土鳖即马讲土鳖，佮拢毋知。土鳖即马即。有人說這是土狗，哦，土狗，灌土狗，那土鳖卡，土鳖卡，那叫土鳖卡，土鳖卡，土鳖卡的烏坑，兩個腳這樣，土腳這樣，差不多這麼小隻，這樣，啊就在那裡飆飆飆，啊就一睏，那土腳就一坑這樣，他就把灌水，水滴下去，啊他就鼓了，他就飆起來，啊土鳖卡，土鳖卡就咬伊外口出去，毋是咬入来。对，啊，都撇走伊，为伊身躯边啊，安尼个撇走伊。啊，你话做大饼卡，咬别人啦。咬别人。手骨头是压出去，毋是压入来。哈哈哈！啊，若有啥拢拍家己互人看，拍家己个囝互人看个啦。台湾人身上，譬如讲最近即几年咱台湾的即个政治，咱爱看台湾人有一个大饼卡，不在。加强起来，或者加强面在讲，要好食，无够食。对。要好食，无够食。诶，这款心理啊，这款心理的这个原因的吼，其实就是这几百年来，哒形成变台湾人的一个无自信。是。无自信。对。啊，咱若啊，这无自信的这个原因，就是你家己唔知影家己的历史啦。对啊。台湾内底无历史，半年来你讲台湾的文化。阿妈。啊，讲台湾的经济，就讲到李国鼎；啊，讲台湾的文化，就讲到李敖。哈哈哈！拢无台湾人。嘿，对。你咱台湾内底拢无台湾人。是啊。哦，啊，这款代志吼，你家己未自强起来。台湾人无迄款的迄落思考的迄款的，啊，佫含反省的迄落力量嘛无呢，无迄落反省的迄落能力呢。无反省的能力啊！你敢无感觉？你即马为迄落民进党遐的顶管遐偷人遐，你遐看，迄就是台湾人的缩影嘛？敢毋是安尼？啊！你敢无感觉？在那讲，你想讲？咱要家己一个台湾人啊，唔敢骂，啊唔敢嫌。人佫讲，人佫叫我讲哦，顶妹啊！你唔会呾骂台湾人，台湾人都咧可怜啊吼，啊别人骂无够，你家己阁骂来斗，唔好骂台湾人啊。讲啊，你唔骂台湾人骂好青，啊无你要骂啥？国民党哪着爱你骂，是毋是？你准讲国民党骂青，你对咱阁有啥物作用？无任何的作用嘛。啊所以讲你若照你安尼看吼，咱台湾人敢有法度？咱即代世代吼，敢有法度讲？脱离讲会当卖互会活落去无？台会当用台湾人的立场活落去无？这个离地去啊，未离地哦，因为咱爱这个离地不是哎，无咱爱为离地摆遐来一条线来看落来啊。事实这就是讲，你台湾人不如安怎啦吼？不如你台湾人偌堕落偌安怎吼？台湾你的命运就是决定了啦，已经决定啊，决定啊。我都冰心。不是，我讲决定是决定安怎，不是讲决定我都冰心。是你台决定安怎？哦，你甲看咧地球顶悬哦。这个宇宙间什么吼？你讲什么道理？什么道理？就是一个道，一个天道嘛，一个道理。你甲想啦吼，一大陆身躯边的一块岛。讲大无大，讲小无小，的这个岛的命运，就是一定爱行一条路，一定行一条路。咱只，譬如讲，诶，这个印度，印度边啊有一个西隆，吼，西隆岛，即嘛叫做啥？什么国？西兰啊。一个岛，即落个台湾差不多一大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即落非洲边啊，马达加斯加咯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就是澳洲边啊，纽西兰，哦，纽西兰，哦，
像这安尼，讲大无大，讲小无小，这个度，你都一定排名，安都一定排名，吼、哦，啊，搁一个古巴，美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若无要受迫害，你就是一只一只独立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西伦岛还这么是一个独立国家。哦，马达加斯加的纽西兰，现在来有一个这个叫做塞浦路斯。哦，那个地中海的塞浦路斯，塞浦路斯嘛是安尼。但是塞浦路斯是希腊咯、意大利咯，迄边的国家拢讲迄我的，但是变成一个。恐怖平衡，这个平衡人，伊即马讲啊，我也不是国家，不是那个存在，边个人承认咪存在？好、哦，而且台湾是这个中国边个家？好、哦，你中国唔承认你存在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古巴是美国，好、哦，台湾那安尼行，到尾变成恁大人。无一个感觉，大家讲会香港话，但我唔是会香港话，是古巴话。古巴话，啊，佫较悲哀就对。古巴这个国家就是战后吼，历史大战了后，吼，伊就伊像咱即话亲美国啊。啊，美国的迄落企业咯，虾米，逐项礼拜吼变古巴变伊美国人的这个。游乐的所在啦，啉酒咯，啥物咯，歌咯，啥物拢是啊。对啊，嘛搁出魔鬼足侪所在。对啊，出毒品足侪所在。啊，古巴的人啊，感觉你话真好趁食。哦，啊，就变美国的，一个迄落向啊。附属同款。对啊，啊后来才有卡斯洛革命。卡斯洛刚开始是利用国际形势，即个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国是当兴的时阵嘛。伊个利用共产主义这形势，甲伊创哦独立起来，为甲美国赶掉，即今仔日安尼，所以就是讲说台湾，我咧甲伊共款，台湾你既然是中国边仔一个不大不小，吼、哦，讲大无大，讲小无小，你有你家己的文化，你家己的力量伫咧，你若去互扭去，你一定是袂害，因为伊惊你，对，伊惊你，因为你甲扭甲伊无共个，是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若要家己要独立，要起来，要家己自主点吼，你就像阿人心肝底有迄个坚定，吼，啊，有咧坚定，有迄落。其实台湾人是有，毋是无坚定，台湾人是有是，伊吼，因为台湾人个人讲一款，个人讲一款吼，台湾一直坚定咩啦？我安尼想想咧，咱即摆讲民主时代，袂使咧制造神啦吼。哎，对。台湾咧减一个神，就是减一个领导者啦，唔是神啦，减一个领导者啦。啊，这個、领导者吼，其实唔是无，到处在找嘛，领导者是咱唔愿意领导咧。啊，就嘿啦，要做鸡头，无要做牛尾就对啦。这个代志啊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为着要发挥家己的力量，对吼。你就爱家己吼，台湾人嘛爱，骨较老了就出来啦。对啦。啊，我相信讲吼，台湾今仔这努力吼，有时啊行唔着路安尼尔，安尼行着路，台湾其实真紧，一定赢，一定赢。台湾一定。未过二二八，整迄落未过。台湾人巧啊。未过大屠杀人。巧人，唔是台湾人巧啊，台湾人未过再乎你一个机会来甲我屠杀。你礼拜时间是台湾人，给伊机会啊！因为伊爱平平平平，咧台湾先放下，你去甲伊打，给伊机会。啊，即马台湾人较巧啊！你认为有较巧哦？台湾人较巧。我感觉台湾人足戆的，巧的颠倒足痛苦的吼，巧的无几个，啊戆的较济啊。对啦，一直个时点来讲是相当让人怨叹的啦。啊，若一个长久时间来观察啦，吼。台湾人是有力的啦。若无力，老早无迄落啦。
是啦，都都、啊。是伊在后来是中国家在人，在统治阶级在人哦，唔在报，唔在多谢，唔在感谢，安尼尔啦。啊，台湾人是相当有力量的。嗯嗯，对啦，啊，所以讲台湾都唔是中国的，啊，那是中国伊何咪靠着爱费尽心机要来夺取着台湾，都表示讲台湾唔是伊的嘛。啊，但是咱台湾人拢未晓迄个曲线逻辑啊，拢未晓安尼想前想后啊，拢一条长啊安尼海岛型的诶，这个土公啊型的人种安尼啦。啊，你拄着因咧宫廷的迄个大内高手的时阵，伊特别。倒一下死我一看。无啦，时间久就会解决啦。我讲一个例啦。嗯。蒙古啊。嗯。蒙古做一个独立国家是二次大战进程，啊一直一直，但是中国唔承认吗？嗯。联合国嘛唔承认吗？嗯。啊，但蒙古现在是联合国会员国嘛。嗯。好，啊，蒙古安怎入联合国个呢？第一件，就是1965年。嗯，突尼斯啊，嗯，非洲的北非的突尼斯啊，独立起来。嗯，而且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哦，较轻松啦，无遐激烈啦。嗯，突尼斯啊，独立吼，当然是我是摩洛哥吼。嗯，突尼斯啊，独立的是安怎独立的呢？因为老百姓吼，安尼比如讲，咱遮讲为台南啊，为南部手牵手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，总统府个包围咧咧。干那安尼尔，哎，法国是面对啊，法国出战车出来啊，嗯，哎，中南去包围战车，法国就投降啊。所以讲，我讲啦，你那是拄到法国，还是拄到迄个印度，就拄到迄个什么啊？印度就拄到英国人吼，啊，就什么人就拄着，你偏偏你台湾人拄到中国人，没啊，都无好。中国人讲哦，你要用绝食啦，你较早你拢卖食，我减起来。啊，讲你要自焚，啊自焚啊，死你哦，死愈济愈好安尼。伊都无在甲你在乎迄个。没啦，中国人。咱来拄到什么款的国家，咱唔搭有迄落，啊是。即摆是讲。啊！人突尼斯啊，独立了对嘛？因为个人来讲，因为个人来讲的时候，这个新兴个人来讲，啊，迄阵啊，蒙古，外蒙古吼，外蒙古苏联支持的，好啊，突尼斯啊吼，是这个沙特阿拉伯，伊这中东国家支持的，伊合作国家嘛，啊，所以伊这个蒙古也要个人来讲，啊，也要个人来讲，蒙古这边的。中国反对，迄阵仔是蒋介石，吼，蒋介石中华民国代表中国，哦，绝对反对，年嘛是甲投反对。因咧中国人都足恶心的啊！啊，会甲投反对票，看会到拢伊的，伊个有反，伊个嘛是伊个即落迄落反对票咧，对啊，伊个迄落反对票，啊，所以几下点吼，人家创安怎咧？沙特阿拉伯，即两个国家建议两岸并岸。两岸并岸投票，我哋投叫做包裹投票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并岸投票，并岸投票的时候，你台湾要怎投？台湾反对，台湾若反对蒙古，等于你反对突尼斯啊。反对突尼斯啊的时阵，对吼。迄阵啊，中南国家的三四十个国家支持台湾的。你去走了了，你台湾代表官也无去。对啊。啊，你蒋介石都唔敢投反对票。就这个政局吼，世事万变，唔知变作有一日，就好台湾人才有足好的机会了，对啦。台湾人就爱掠迄个机会啦。嘿啦，咱逐面拢失去机缘啦，啊，希望讲啊，即马台湾人愈来愈巧吼，啊，台湾若是讲全世界迄个教育普及率吼，上界悬的所在，佮教育程度上界悬的所在，啊，唔通佮戆骂骂吼，要有学历，也要有经历吼，啊，嘛要佮有迄个实力安尼啊。啊，今就感谢咱吴老师吼，啊，千里迢迢吼来到遮安尼，来几啊逝安尼，啊，即边搭见着面安尼，啊，伫个遮旧年尾新年头吼。搁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啊，搁来甲伊恭贺一下啦！希望讲有影啦，台湾建国得要成立吧？你莫甲我讲台湾建国无望啊，我全咧温暖。好，啊，今日到这做一阶段落的结束，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